Tag me。哇，我们舞台上呢有我们 Ladies 舞团带来精湛的演出，我们舞台下也有我们女朋友舞团来尬舞喽。车主，麻烦一下移动您的爱车，你的是吗？那稍等一下好吧。可是奇怪，你的车牌号码为什么会是7878呢？特别选的吗？那个轮胎可以先帮拆起来没关系，然后直接搬走，直接搬走就好了，移动走就可以。